Hello， 欢迎来到生啤 C 五度，我是亨利。今天红人队小熊比赛中 ，Joey Votto 猛打赏，将生涯累积安打数推进到2001支，2000安里程碑达标。2000安，说实话，在大联盟不算罕见，总共有287名打者达标，但也不算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现役算上还在竞赛的 Robinson Cano 也不过五人，2000安都在同一支球队也不简单。红人超过150年的队史中 ，Votto 也不过是第六人而已。以红人名的角度，生涯以精准选球、重视击球技巧闻名的 Votto， 今年转型成着重打击爆发力，以炮手的身份完成这项里程碑，相当令人感慨啊！今天我要来聊聊 Votto 现在在队史的地位，以及为什么今年长打会爆发呢？我们先从 Votto 在红人的地位说起。虽然以 Votto 是红人21世纪第一强打，队史记录10年大约，为红人效力至少15年，早就是红人一个世代代名词。不过今年先后完成300轰、千分打点和2000安三项里程碑，有了更多数据背书。Votto 各项累积数据几乎都在队史排前五名，除了盗垒数据，而保送和三振早早就成为队史第一。红人队史打击数据榜有两名70年代名将霸榜。Pete Rose 红人时期累积了3358支安打和601支二垒安打，难度太高。而 Johnny Bench 389支全垒打和1376分打点，虽然有点距离，不过 Votto 今年长打复苏，保持健康就有机会接近。这是数据排行榜，说实话，多数球迷很少会翻出这些记录来看。那如果是对于这支球队的意义呢？ Votto 能排在哪里？我想很少有球星对于一座城市、一支球队的意义能超过 Barry Larkin。 90年代明星游击手，拿过一座 MVP， 入选明星赛12次，1990年帮助红人拿下的那座冠军，目前还是队史最后一座。加上出身辛辛那提，十足的家乡英雄，身处禁药时代而与禁药毫无沾染，红人何其有幸曾经有 Barry Larkin。 不过就我了解红人历史，队史第一巨星我会给 Johnny Bench， 新人王，两座 MVP， 两次全垒打王，三次打点王，捕手金手套十连霸，综合攻手 Johnny Bench 是公认的史上最强捕手。他还是大红机器的核心，率领球队完成二连霸。不论个人实力、团队荣誉，甚至是个人品德，他是红人队史上最接近完美的球员。 Votto 目前还比不上他们，至少他还缺一座冠军加持。虽然冠军是整个团队的事，单一球员对于球队战力的影响毕竟有限。不过 Votto 做到一件非常难得的事，他在37岁，也就是今年，完成了转型，并再度打出巅峰。 Votto 身后有更先进的医疗和运动科学推他一把，这是前辈 Barry Larkin 和 Johnny Bench 所没有的。但敬业的精神以及将过去十多年成功的方式推到一边，找出新的成功方法，这种心态依旧让人相当敬佩。当7月底交易传闻满天飞时， Votto 用全垒打写记录，从7月24号开始连7场开轰，离大联盟记录也只差一场，其中还有连续两场双响炮，这种打击爆发力可无法在过去14年的 Votto 身上看到。在这波手感发烫、全垒打一支接着一支的高潮， Votto 将各项长打数据推向2017年之后最高。接着我们来看看 Votto 今年长打爆发的原因以及数据方面的改变。 Votto 近期的访问中都不讳言，他现在就是在追求全垒打。这个月初一次赛后记者会更说出了他过去一年的心境转变。在经历2018-19两个有点失败的赛季，去年 Votto 在场边看着队友轻轻松松打出全垒打，他说印象中好像是 Jesse Winker 或 Nick Castellanos。 接着他开始反思到底什么是打击，然后他观察了很多优秀打者的打击，像是 Acuna 或 Mike Trout， 并思考与他们之间的差别是什么。他说他开始模仿其他人的打击风格，休赛季重新做了调整，重新检视自己的打击机制，今年的成功就是这些调整的结果。接着我们从图片和影片来比较 Votto 今年和2017年的打击动作。说到以前打击机制，他为了追求精密的打击技巧，有时甚至会采用握短棒的方式。握短棒的一个好处是能强化对球棒控制的精准度，强化他所追求的精密击球。以2017年的数据为例，除了一贯的精准选球、非常低的挥空率和内野高飞球比例，
都能体现 Votto 当时精密到有点估摸的打击。这种跟主流相悖的球风甚至还招来一些批评。曾经有人批评 Votto 选过头，应该更积极。当然 Votto 的个性才不会理这些声音呢，继续追求他认为正确的打击方式。握短棒和追求精密击球的打击风格，还能年年20轰，2017年还有36轰，大概是天生神力吧。但是从2018年开始， Votto 的长打表现就明显下滑，推测跟小伤不断以及体能衰退都有关，让 Votto 无法在追求精密击球的同时展现打击爆发力。接着就是前面提到的 Votto 反思自己的失败，参考并模仿其他打者的风格，重新塑造现在这种全力挥击的打击形态，从准备动作、启动时机、挥棒轨迹到下半身的运用，今年都有明显的改变，但是同时也失去以前细腻击球的特色。 Votto 今年挥空率是生涯新高，甚至比联盟平均更高。其实从2018年开始，他对变化球的挥空率就持续攀升，推测是手眼协调退化，今年上升的程度更多，有一部分原因是对变化球掌握能力进一步下滑，不过推测打击策略和机制的改变带来的影响更大。另外追打坏球比例也创新高，不过还是比平均低一点，毕竟他还是 Votto， 不可能乱挥棒的。牺牲这些换到的是足以挤进联盟顶尖的击球品质，平均击球初速来到93英里，更有 52.1% 的击球超过95英里，比去年提升了16个百分点，两项数据都是生涯新高。很多数据也往典型炮手的方向改变，像是拉打率、飞球率都提升了不少，完全就是拥抱主流打法。当然全垒打、长打率这些数据也有明显的上升，纯长打率还有机会创下生涯新高。37岁 Votto 以重炮手的角色重新回到联盟强打者的行列之中。 Votto 今年的改变让我非常敬佩，因为他靠着以前那套打击方式成功了十多年，还曾是大联盟技巧最顶尖的打者之一，能毅然决然抛弃过去重新出发，这种心态非常难得，值得学习。好了，我的粉丝视角心得就到这边了。回到前面说的 Votto 的队史地位，如果有一座冠军加持，一定是锦上添花。今年红人有机会打季后赛吗？之前在交易市场上，红人只有小补一下牛棚，没有太大的动作，不过近况不错，还是有机会进季后赛。下一部影片我们将会来分析国联中区季后赛门票的竞争。这次影片分析就到这里了，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下喜欢，或是分享给你身边的球迷朋友，别忘了订阅频道哦。这里是生啤C5度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